开始要约在这边碰面，我觉得还蛮特殊的，童万劫，所以来到这边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我居然是第一个到，我还想说是第四个，我还带饮料来，你看看，我坐这边边边好了，让这三位花甲坐旁边，坐中间。哎，就我躲不过东山河这个地方，我拍戏的时候也要来，然后录节目的时候也要来，就只有自己带小孩的时候没有来过，所以没关系，今天再好好的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场地，因为好像还有点时间啊。看到那边有小朋友，应该是小朋友啦，我应该都生得出来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可以。Hello Hello。这个可以玩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确定？哎，确定确定。它是什么？是从上面垂降下来？有飞越中山河，飞越银河的部分，到那边就对了，有到对岸的，还有空中荡秋千。需要什么装？不需要装备吧？有需要装备，哎，为了安全性，我们有设备。我们连拍戏都没有，就直接过去了。啊，没有，这个太没有。你是下来坐到的？对对。我用票是要便宜票。哦，我们不用票，票没有关系，不用票跟，因为我们来进园区之后，我们所有的设施都可以免费玩。啊，但是这个票根要收留好，因为我们在闭幕的时候会有抽大奖，我们包括汽车，还有一些汽车，还有住宿券啊，还有餐券等等，哈，票要留着，总价值超过200万，所以一定要留好，到时候如果有抽中的时候要兑换。啊，你们如果票不要给我，我想抽奖，不行，不行，对对对，要留着，对对对对，这边蛮多人的，应该机会比较大，对对对，但是有票还记得要上网登录，我们登录按取得序号，我们到时候。都会抽那个序号，票给我，帮你们登录，没问题。来，先准备。好好。我要上楼啦，这时候有点想要唱一首歌。打着叮当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向前进。哎，什么？第一个游戏就是这个，要好好表现哦，不然就回台北了。帅的话怎么样？就直接跑着冲出去。对，他龟的话呢，如果不敢跳的是怎么样？不敢跳，我会助你一辈子力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那我还是摔一点好了。好，还是摔一点好。3, 2, 1, go！ Go！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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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比想象中的快很多，没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但是比想象中好玩。然后我觉得好像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的旅伴应该来了，我们去找一下他。知道我们身处在哪里吗？童万劫，东山河啊。对，你们有来过吗？以前有来过？以前有，你也没来过，你也没来过。我有，我来过这儿。对，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但是每次会不一样啊。我们可以到附近走一走，有一个体验的地方。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还不算正式的带团，就是很 free 的，好不好？去那看看，好，走，谢谢文琪哦，你的欧米茄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蛮惊讶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最早的童万劫进来的时候，就是一区一区一区的，然后都小小的。现在的感觉上，觉得像是一个水上乐园，水好干净哦。整个区域，我觉得这次的感觉非常好。那现在进步到就是连大舞台都有，然后还有什么旋转木马，我觉得这里根本就是孩子的天堂啊！这样一整天的玩乐就是行程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小孩子第一个可以很开心，然后爸爸妈妈又不会太累。你们不觉得来到这边很舒服，因为还有遮很舒服。你确定？对，你热成这样很舒服。我从那，哎呦，哇，这里面真的舒服了吧？快，这是真的凉快。哎，尊敬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多了喂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这边是 DIY 区，我是这边负责的 DIY 老师。哦，自己做过陀螺有没有？没有。自己做过，好像没有。没有，我做过凤螺啦，做过凤螺是什么？哦，烘的，烘的毛，你吃的毛，我想凤螺是什么？我们玩的都是战斗陀螺。对，这个就是战斗陀螺。今天这个就是战斗，这个就是小朋友在玩的这个。战斗陀螺有什么不同？像这样子，它是手握拉出来，直接拿出来。哎呦，哎呦，现在已经进化了。哎，不错。
哎，你看你的，你看你的力度比我强很多。好，李毅，我看。哇，飞出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呦，帅！有 ，OK， 得分。又在端盘子哦。好，得分。接下来挑我喜欢的颜色。哦，喜欢的颜色。先打开笔盖，打开。然后画在别人的脸上来。哎，那是猜输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反应要很快哦。反应很快。对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拿起你的笔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说他。可是他。那一次还是两次？哎，他有圈呢，你看。对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问题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他好快，快速。他不快。可爱哦，重新填装。童玩这个真的很小时候的那种回忆，整个涌现出来。尤其在陀螺，当然以前我们是神子陀螺，他这是教我们怎么画啦。看到那陀螺，其实很涌上来很多童年的回忆，其实真的是天真无邪。我觉得是蛮多的感动，跟现在玩 iPad 啊、玩电脑啦、玩手游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自己有很多回忆，我蛮喜欢的。我其实很想留那个老师的 LINE， 他折那个纸飞机超强的。本来我觉得在这边录影要体会那个东西，可能我会觉得有点偏无聊。但我刚刚其实蛮乐在其中，在玩这两样东西，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。